欢迎收看《进捷台湾》，我是李仲祥，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。在宜兰头城的省道旁，有一间芋头冰城，每当夏日总是挤满了人潮。这一间号称是东北角最大的芋头把布冰店，目前是第二代老板黄志安在经营。他从9岁开始就帮父亲卖冰，看着父亲因为早年积劳成疾而早逝，非常的不舍。他说要光大阿爸的家业，做一间坚持不长进的芋头冰店。也偶尔健康健到家。我的整个人生，什么可以代表我自己呀、啊？那就只有两个字，叫把布了。特地从嘉义来，就是要吃这个芋头，因为真的是吃得到芋头的颗粒。只有好吃一句话，下次还会再想来吃。每当假日，这间位在宜兰头城省道旁的芋头冰店，生意好到很夸张，连警察都得摆起交通锥放在店门前，防止排队的民众不小心溢到马路上。我们已经来两天了，每天都来吃，今天我排了15分钟了。有台湾茶的味道，美国真的吃不到，所以我就从美国每年回来，爸爸都会带我来这里吃。买到芋头吗？买到芋头。老板开的较大粒，较大粒哦，不错哦。这间店卖的冰不光是芋头口味，还有像是凤梨、红豆、花生、桂圆、紫米，每种口味都强调天然无添加。但是老板黄志安他最爱推销芋头口味，凤梨、红豆、紫米，不敢吃芋头哦，因为来一冰城不点芋头，对不起老板，我每天削芋头的。黄志安卖冰，他还不忘跟客人介绍他的冰是台湾特产，以前叫做把布，原料简单到不行，像是芋头把布用的就只有芋头、糖、树薯粉跟水，与冰淇淋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这把布哦，它不是冰淇淋哦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不是冰淇淋，其实我们里面没有加牛奶呢，没有加牛奶，没有乳化，我们就不能称为冰淇淋。黄志安会这么坚持帮把布证明，全因为今年54岁的他，人生有6/5都和把布为伍。而当中这甜而不腻、口感 Q 滑的芋头把布，是阿爸毕生的心血结晶。头城的人都叫我爸叫欧边中啊，哎，阿我就是阿中阿囝。讲到这个时候，你就有一种很荣耀，我爸他真的是一个让人家称赞的人。当年阿爸的芋头把布称霸台湾东北角，黄志安为了延续阿爸的味道，多年来始终如一，每天清晨5点就开始削芋头，现做把布。把布的精神在于真材实料，原味重现。我老爸常讲的啦，啊，这8个字的真言就是来自于你的真材实料，就是要新鲜的嘛。芋头对我来讲的话，我认为芋头只有2种，有一种是可以煮得烂的。以我的经验，它是淀粉质含量高，比较容易糊掉；另外一种是纤维质含量高，你煮的过程它不会化掉，可是它色泽很漂亮。有时候人家说，哎，你的芋头怎么是会这么蓝？其实我要讲的是，我从来没有去添加任何东西。只见黄志安刀法利落，一边削芋头，还可以一边和我们谈笑风生，不到20秒就可以刨完一颗。但其实他有苦说不出，因为还没有煮过的芋头会释放出黏液，让双手发痒。他小时候偷偷跑去抹那个沥油精，结果那一次被骂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沥油精碰到芋头以后，那整锅都就味道就全变了，结果又要从头开始削起。而更难熬的还在后头，因为黄志安拿刀的右手曾在幼稚园时受了伤，肌肉萎缩，拿刀比一般人多费力。那是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啦，从溜滑梯上面被人家推下来骨折，昏到塞屋来啊，就开始瞧一瞧接上去呀、啊。可是接上去以后，第一次接的好像不顺手，再打断，再一次再重接，到国中才知道原来骨头没有接进去，就造成你看我的手部的肌肉不见了。我只有这个会动，没办法左右张开，还好可以，还好可以上下的。没有肌肉的手掌，在早年家中贫困时，并不能成为特权。黄志安9岁开始到现在，做冰几乎等同于他的人生。削这些芋头，就像剥开尘封已久的记忆。黄志安的父亲黄习宗出生在头城的大户人家，偏偏黄志安的阿公却坐吃山空，使得黄习宗7岁就得卖冰赚钱养家糊口。老实讲，你问我阿公叫什么名字，我到专科我都还不知道我阿公叫什么名字。我爸就绝口不提这种事，因为他认为爷爷哦让他很辛苦了，而且他一辈子就是吃喝玩乐吧，好像就把所有的家产都花光了，只留一把菜刀给我爸。所以我爸常说，我一口一个刀子，
穷困的黄锡宗就像电视剧的剧情，后来和米商的女儿谈起了恋爱，贫富差距成了最大的障碍。啊，我爸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连住的地方也没有，所有我妈的娘家谁会赞同这种婚事啊？但是我妈她坚持要嫁，其实有一点不要说我们离家出走，反正她坚持一定要嫁给我爸。婚后在老婆杨玉的建议之下，认为做兵比卖兵好赚，所以两人学做芋头兵。我做个考的，我是讲我若做歹命，啊，人家做兵隔壁拢免做，我著做到要死啊！哎呦，我怎么做兵生的，那就无法度啊，拄着啊。用了上万斤的芋头，夫妻两人研发出好吃的芋头冰，但因为没有制冰设备，所以都是将做好的原料请人帮忙代工。后来四个孩子相继出生，黄锡宗的担子更重了。当初拍片，我人暗时拢过去共斗三共去斗台地斗白地吧，再就说转来转来都要去看你做小生意啊，啊我都要去甘甘去斗卖啊。我那时候我也做忝的，我带囡仔住公社山。就是因为他怕人家看不起他，因为他都认为说以前的看不起那一种生命，在我一定要成功，所以他每天就是一直工作。阿爸辛苦打拼的身影烙印在黄志安的脑中。他说：“人生就像这土芋头，削去了皮，还得换刀刻画，才能体会人生的含义。”看。这个叫我经常人生太精益其外了，败絮其中了，这最明显就是这个了。有的是虫进去咬的，其实这里有可能就曾经是一个蚂蚁窝，你就是要弄到它没有，如果有一点腐败的味道，那个就不行。这看似简单的芋头冰，其实杂事很多。以前老爸忙不过来，四个兄弟在上学前下课后就得依年纪负责不同的工作。排行老三的黄志安假日得去摆摊补贴家用，做到想离家出走了。因为有时候你过年过节或者你休息，人家都在那里玩，你在那里卖冰，老实讲会埋怨呐。他每天早上起来，我祈祷的第一件事就是下雨啊，如果有拜拜的话，我都会想什么，台风赶快来，台风赶快来，啊，就把香插下去了。黄志安虽然心中抗拒，但想到爸妈的辛苦，加上家中标会了一台中古制冰机，还有一大笔钱要还，爸还是坚决准备好，你就是要出去，因为我爸很凶啊，就心里就很不平衡啊。这种天气又不是很好的天气，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卖呢？可是那时候家里需要钱，我曾经一天卖1600块，当年1600块至少现在10000多了。我每天卖的话，我整个暑假我会卖几万块的。削芋头完成。削好的芋头还不能马上用，得先洗干净，再一块块切成丝，用大火熬煮。虽然现在用的是柴油炉，缩短芋头熬煮的时间，但黄志安说他们搅拌这个步骤还是坚持用人力。就说我这个人比较传统，比较坚持啊。老一辈给我们的大锅灶一定有它的道理啊。你食材的东西它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这搅拌看起来很轻松，但芋头遇热，锅底会越来越黏，稍微搅拌不均匀就会烧焦，整锅爆飞。有时候你帮忙，你根本就不晓得它的特性是什么，就一直拉拉的呀，啊，所以就会拉不动，啊，就后来哎，稍微大一点，压力都是在于老爸，以前都会用棍子打我们，会教训我们。由于阿爸对于芋头冰每个步骤都严格要求，也让自家的芋头冰称霸了台湾的东北角。事业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摊商在增多的时候，他也认为说，所有的冰给我们做，我们做不出来，市场是大家共享比较好，所以他就自己设一个线，到礁溪而已，再过去他就不送了。他这边用火车的运送，可以到整个东北角，到基隆。甚至台北市区里面比较少，到基隆整个都是我们的批发换的。由于做兵这行业很辛苦，父亲原本希望大儿子来接，结果哥哥18岁时就因病去世。二哥学建筑，四弟当警察，而四个兄弟当中就属黄志安最认命。但父亲认为他念到专科跑来做兵可浪费，所以一度把他送去工厂上班。但后来父亲因为手部神经压迫，黄志安不忍心老爸这么辛苦，他决定要来承接家业。趁我爸手臂受伤。啊，没办法去坐那个三轮车，因为三轮车都是自己拼装的嘛，所以要靠一只手去硬撑。
所以那一种结果就长期使用肌肉僵化去夹到神经，就手麻，后来去开刀，我就顺势表明我要接。只是老天作弄人，黄沾的孝心仍敌不过病魔。阿爸因为年轻时太操劳，罹患了肝病，在民国81年病逝，享年54岁。有时候就舍不得说，你一辈子对人家这么好，啊，怎么是年纪这么小就走了？虽然有时候会觉得说他比较偏心，为什么工作都叫我？可是你就是不是？不是和他走，因为他知道你是很乖的孩子，会帮忙的。其实我们兄弟都会帮忙的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家里就需要帮忙啊。等到后来慢慢还清了以后，我爸才开始有自己的享受。回想起阿爸积劳成疾，年过半百就走了，黄志安还是很难割舍。因为没有阿爸的店，很多零售商都觉得爸爸的味道变了。一样是我做的啊，一定要我老爸送的才好吃吗？我说那你等一下，我叫我老爸起来。他说我怎么起来？到夜总会去找他。黄志安清楚，其实阿爸的病里头有一种东西叫做感情，但面对刚接手的业绩下滑，他要转成正向的力量。就像这锅刚熬好的芋头，还得用余温让它糊化，淬炼出芋头的芬芳。锅底还有余温，所以你还要再搅拌，因为这是一个锅型的，它里面是那一种耐火砖的，它会蓄热，就所谓的远红外线呐。最后加上糖还有素薯粉带凉之后，就倒入这长长的不锈钢桶子中，让机器低温旋转。它温度是-23到-25之间嘛，它再来就会旁边开始结冰了，有没有？它烧成那个冰的，到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慢慢它会越来越成型。所以把布是两片刀的，我经常说把布是两片刀做起来的。这台制作把布的机器已经有60年的历史，把布的产业景气就如同这转动的速度急速下降。接下阿爸的芋头冰没2年，黄志安还遇上了把布大海啸。泡红茶一出来，因为它摇嘛，有特色啊！你一杯这么大杯，而且它喝的话，夏天来喝比藕冰解渴。其实后来藕冰最大的弱点是在于它越吃越渴。当时把布生意大衰退，底下的零售商哀鸿遍野。不过当时黄志安吃到了一口花生卷冰淇淋，觉得这可以成为把布救星。这个发明的人他是在卖润饼卷，把布在旁边卖，就有人提出建议，我的润饼卷里面是不是可以加2颗冰？它产生奇妙的化学变化，焦糖花生酥。你在爆的过程它变细了，遇到冰淇淋的能。它变酥了，再加上撒上香菜的时候，它欺骗你的味蕾，所以你吃起来就变成说，哎，没那么甜了。脑筋动得快的黄志安知道，把布在冰界得要转成特色冰才有竞争力。花生卷加冰淇淋哦，现做的宜兰名产，吃吃看好吃哦。就是花生粉，一定要花生粉配上这个冰淇淋跟香菜一起搭在一起，就是很好吃。就是小时候的味道，所以长大就很一直想要来吃啊。你不加把布的话，只有香菜跟那个花生粉也很好吃。黄志安现在靠着花生卷冰淇淋，还有自己店面零售，现在的生意比阿爸以前的业绩多了3倍。但他却没有忘了之前的一些零售商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还是得靠把布生活。老实讲，像他们这种几十个都是从以前就跟我一起来的，或者是我爸那年代留下来的摊商，维持基本上让他可以养家活口，因为他们年轻就靠这个赚钱的啊。经过黄志安这些年的努力，不仅光大了阿爸芋头冰的家业，他也很得意，坚持不长进，至今保留住最天然无添加的传统功法，让客人来买冰，永远吃得到回味与原味。因为70-80年前的冰是这样，我们不求长进，它还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实际上是你这个名字要换个名字叫坚持。